某啲預計嘅土地供應，最終可以因為可行性或者其他原因而未必能夠全數兑現，或者全數合時兑現嘅。我哋會進行新一輪嘅綠化地帶用地檢討，考慮到時間性咧，現階段我哋會聚焦一啲坡度比較高、同發展地區距離咧可能相對係較遠，但附近咧仍然係有道路連接嘅地區。